好啦，我哋咧嚟到呢个加开嘅第四场啦 ，Part Four 咁样，点都要讲下新心灵嘢嘅。我哋三个咧新心灵界啊嘛，属于系咪？咁其实譬如我哋以前嗰代咧，就系讲吸引力法则嘅。吸引力法則啦，向宇宙下訂單啦，然後講下啲呢個呢個思想創造實相啦。呢個你嗰代，唔係我嗰代。哦，你嗰代係信咩啊？我呢代係信呢啲嘢嘅，心想事成啦，呢個信感恩啦，咩都感恩啦咁樣。你嗰代係信咩？即係你嗰代係 the secret 啫，係嗰啲嘢咯。係啦係啦，我哋早期係 the secret 啦，conversation with God 啊，Dr. Brian Weiss 嗰本咩 many masters many lives 嗰啲前世今生咁嗰啲啦。我呢個代唔係嗱，第一咧就係、信教啦，嗱一係你就信法，一係就係、是、信天主教耶穌，係嗰啲啦，係咪？一係你就做咩選擇，自己打下坐咯。代官啊！你嗰年代有打坐咩？都有啲有嚇，咁、就係、是、差唔多噶咯喎嚇，或者跟下師傅教下你氣功，氣功啊講啲道理俾你聽，係咁噶咯喎，邊有你頭先講嗰扎嘢噶？即係 New Age 嗰啲嘢就係啊，神嗰度開始。唔係你都有玩，你都有玩嗰個精油啊，玩水晶，你有冇玩啊？你個年代冇水晶冇。我年代有水晶。我哋個年代就玩水晶啦。開始有水晶啦，有水晶啦。開始有塔羅牌啦，開始有。塔羅牌啦，你講精油啊嗰啲係喺九三九四，仲有埋瑜伽啦，各式各樣嘅阿德 yoga 咩嗰啲。係啦，我個年代先有瑜伽。冇嘅喎，咁你再推上啲就係咁嘅啦嘛一係拜神，一係去教堂嘅。去到阿可凡呢一代咧，就咁巧上一集訪問你啦，再上兩集咧就訪問阿 Christine Lau， 就係呢個果食群組嘅呢個阿大姐大咁樣，阿皇上。咁跟住咧，阿 Christine 咧就大講呢個死藤水。然後跟住咧，輪到阿可凡嗰集咧 ，Part Three 又係講死藤水。咁其實有第二啲我哋訪問嘉賓係有講嘅，不過啲我唔講啦，因為唔知人哋中唔中意。然後跟住我哋發現，同埋我哋一啲比較早細少少嘅網台主持，網台嘅主持咧，其實佢哋試過曬噶啦，係我可能年紀大啲就嚇死藤水，有乜要嘔大餐啊嚇？喂，好辛苦喎咁樣，但係我哋發現新一代係好 open 嘅，即係佢哋講死藤水，你哋講死藤水，好似講汽水咁嘅啫。係啊，係啊。然後跟住我已經，咦乜可以講到咁嘅咩？係咪要？係咪我哋已經過咗赤道定點咧？有冇赤道嘅咧？好似又冇喎，講啫嘛，咩咩講咧？你哋大馬嗰啲有冇咯？即係六零年代啲 hippie 應該。我諗美國有，我哋就冇咯。冇啦，未有咯，因為我諗我哋嗰個年代，我哋嗰代係怕死嘅，主要係。就算喺美國嗰陣時咧，我都唔會覺得呢一個係同 spirituality 有關係咯。啊，你可以話 Alan Watts 嗰啲人咁啦，去做嗰啲嘢。咁啊，但係唔係而家我哋講嗰種修行咯。嗱咁啊，我又覺得咧，而家新一代咧嚇，就以可凡啊，我舉一兩個名啦 ，Alice Mill 啊，即係嗰一班咧嚇。Hi Alice， 就係有啲嘢係我哋唔理解嘅，即係不原來係咁樣。嗱，佢一講就係講 higher self 啦。係啦係啦，我哋個年代冇 higher self 嘅。channeling 啦 ，manifestation 又冇呢啲嘢嘅，我個年代都冇嘅 manifestation 都冇。去到呢個時代就係嗰啲啦。唔係我諗有，我諗九二年我哋上 Life Dynamics 係有呢啲嘢，但係嗰時候你聽過係水過鴨背，先覺得上個堂講完啫嘛，係啊。係啊，咁其中做嗰樣嘢，但係你唔會覺得呢樣嘢係你可以 daily 去做，或者你係去深入研究，就係完咗就完咗咯，咁樣拍咯又走啦咁樣。但係然後去到近期。去到我諗我同阿可凡之間就係成日講 manifestation 啦，係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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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樣。咁啊，本來頭先你講 the secret 就係嗰啲都係 manifestation， 係啊 ，manifest 佢哋都係講 manifestation。但係而家嗰種唔同，但係唔同嘅。嗰陣時係我哋嗰時有板有眼嘅。我哋嗰陣時講 manifestation 咧，第一就好巴閉嘅，即係你一講係呢個思想創造實相嘅，啲人係啊。咩嚟㗎？大師係啊，咁你已經做大師㗎啦，已經哦，即係呢個境隨心，你諗咩就變咩，跟住嚇咩嚟㗎？就等於你頭先講個電腦嗰樣嘢，你唔明就唔明，點講都唔明嘅，明咗又唔識用，用又用唔到咁樣。但係去到而家新一代就係變得好似食飯飲茶咁樣。係啦，就係啦，我就係咁嘅感覺咯，嚇嚇係啲嘢係已經係好唔同咯。我哋又覺得我自己代啊，覺得唉，我哋而家好落後啊！我哋嗰時嗰啲嘢點咁咁老土㗎？上次阿 Dan Mitchell 我都話係坐喺度休息緊，聽到可凡同幾個阿 Janet 係咪叫做 Janice 定 Janet？ 係啊 ，Janice 係佢哋傾偈，係我發現 ，Oh shit！
係啊，佢講嘅嘢我聽唔明嘅。係噶係噶係啊係。然後跟住佢哋講到係好似家常便飯，家常便飯咁，然後跟住係。第一我 vlog 咗好耐啦，第二就係我係網台主持，都做咗200多集啦咁樣。但係點解幾個後生女講嘢，我好似完全好似外星話咁嘅咧？突然間嗰剎那，我有少少 insecure 嘅，係覺得係我都係啦。如果一個佢哋幾個後生女係咁以傾下偈，都講到好多嘢出嚟，咁我一個網台主持，我哇你好勾下喎 ，Sally。係啦，就係啦，唔好意思，我又係咁諗。係啦，係啦，咁樣，咁我就覺得，咦，好有趣喎，點解咁嘅咧？要揾阿可凡上嚟傾下，所以我咪話，喂，揾日揾你幾個姊妹上嚟傾下偈，咁到底你知啲咩咧？咁但係咪一個詞匯文化嘅問題咧？即係譬如我同一啲尖星嘅朋友，我都可能唔係好熟佢講啲 blah blah 嗰啲嘢㗎，咁唔係等於係啊？唔係詞匯啊？係啊，絕對唔係。我舉個例啊，有個都係80後嘅。嘉賓，相對嘉賓同我講，佢話後來我就喺呢方面揾資料。佢話 Esther， 你知唔知誒？其實個地球轉得好緊要，個地球嗰個頻率或者個宇宙變緊啦。我話 yeah， in what sense？ 佢話而家嚟緊咧，大家唔可以再即係 coming future 啦嚇。我哋已經唔可以再揾嗰啲啲靈性導師啊，去加持啊，去幫我清業障咁樣。佢個宇宙已經 have no tolerance towards this 咁樣，即係個宇宙已經唔可以容忍咁樣啦。我話咁即係點啊？即係點啊？佢自己垃圾自己倒，自己廁所自己洗咁樣。我話再講多啲都係唔明。咁佢話事緣就係有幾個新心靈導師，OK，就係幫人哋清業障，就賴咗嘢，即係撞鬼啦，或者係鬼上身咁樣。咁但係嗱冇講㗎，因為你唔會你即係咁講。如果我係客，我想揾你清洗。咁原來你上啱啱先瀨嘢，你跟住你啊鬼上身咁樣，咁我梗係唔俾你掂啦，係咪先？咁所以大家唔出聲，咁然後大家都知瀨嘢啦，然後最近越嚟越多，咁跟住就係佢哋又要揾人清洗，咁我咁先點啊？佢話個宇宙變咗啦，佢哋已經唔可以再做呢啲嘢啦，咁樣我嚇咁點啊？可以教咯。即係我可以教你去清洗，你自己清洗，但我唔可以幫你清洗。咁呢個 make sense 嘅喎。係，阿 Daniel 而家咪唔可以醫人病咯。係啦，我上次都問阿 Daniel， 阿 Daniel Vito， 我話講呢件事，佢話 very smart 咁樣。哦，咁咪好多新心靈導師冇咗一半收入咯。咁樣，譬如話呢啲嘢對於我嚟講係好大嘅消息，真係嚇。然後跟住我就追住嗰條線去睇佢啲朋友寫的嘢，然後我真係老實講，我真係驚嘅。驚係驚咩咧？就係佢哋啲朋友，即係啲好多啲外國嗰啲，即係 Facebook 嘅嗰啲 page 啦。然後跟住我追，咦？一個好普通嘅人，佢知嘅嘢都比我多。係啊，係啊。然後跟住佢寫啲嘢，有啲人寫LOA 即係呢個 law of attraction is so outdated and so 即係呢樣嘢我 so 唔 buy 佢咯。然後跟住，但係佢講嘅嘢係振振有詞嘅。咁如果你玩 law of attraction， 咁然後跟住你就係、你可以 create 到個100萬，我就思聚運身解數，我先 create 咗50萬，然後你就最後 create 咗1蚊嘅啫。咁然後跟住我就哇，你玩 LOA 玩得咁渣㗎？佢話 LOA 係 create 一個 competition， 即係話吸引力法則係創造咗一個靈性上嘅比較。在人之間是令到人更加不開心。為什麼你去學你可以 create 到那麼多東西，你 manifest 怎麼譯啊，彰顯到創造那麼多東西，但我就不行，他又可能少少。我咦，我真的沒想過這件事、原來吸引力法則他有他的 downsize， 還有他說就算是吸引力法則都是時得時不得，不是成日得。為什麼有時他得有時不得，同一個人這件事得下一次又不得，你怎麼解釋呢？然後我看完那篇東西之後，Oh my god！ 好彩我堂上冇人問我呢樣嘢啫，有我都唔知點答佢。我哋就會話吸引力法則係用個腦創造，咁啊個腦創造就有代價啦，因為個腦係有意願嘅分立噶嘛。咁所以你係可能創造100萬，咁啊但係如果你係由恐懼創造出嚟咧，咁你就會有嗰扎代價喺後邊打翻你。我哋而家要解到咧就係、是。我吸引力法則 OK， 譬如佢話佢想要200萬咁樣，或者100萬啦咁樣，咁係好啦。點解唔得嘅咧？哇，唔得個原因好多嘅喎。係啊，其實好難解嘅。點解？因為你即係我嗰代就會係，因為你太想咯，你想得滯，即係你揸住雀仔咁樣。你太過想，太想你好驚佢走嘅話，你揸死咗。係啊。OK， 好啦，但係亦都有相反嘅講法，就係、是、你根本 not care enough， 即係你想嗰樣嘢 ，not you have to want it。
bad enough， 你要好想好想呢樣嘢先會成真噶嘛。嗯，好啦，咁到底我應該好想要呢樣嘢啊，定係我諗咗就 let go， 然後放棄咗，即係忘記佢，擺低佢咧？第二個咯，或者根本你唔需要去到一個地步，你係信任個宇宙到一個地步，佢你唔需要去創造添咯。係啦，啊呢個你個講法啦，係咪？培訓家就另外講法嘅，嗯，譬如我哋培訓家出身噶嘛，培訓家就係你每一日都要寫你個goal，係啊，上咗一台成為環社會最受歡迎嘅330生活咁樣，然後第二朝又寫個夜晚瞓覺好又寫，上咗一台成為你淨係呢樣嘢就已經同下訂單係有 conflict 啦。下訂單係話你下咗一次，你就交俾宇宙，你 totally trust 呢件事，然後就我放低啦咁樣。但係培訓嘅精神唔係嘅，你要日日夜夜寫個goal，你 remind 自己你想要啲咩嘢，然後跟住你仲要身體力行大量嘅massive action 去令到呢件事成真啊嘛。但係其實喺嗱呢樣嘢你講啱嘅喎，咁你嚇你祈咗禱打咗坐，咁你就唔使做嘢就會成真嘅啦咩？咁然後即係其實。即使是身心靈界的東西都是不斷變的，或者 是我就這樣想，是沒有矛盾的，對這堆人這種人呢我 就要贏的，對於那些人呢就這樣就去得快，又是的，都是的。然後跟著呢今天我們中午的讀書會呢，哇長哥你應該在這裡，你兩個都應該在這裡，哇這個爭辯得很激烈啊，Of course 我們 friendly 的friendly and loving 的，就是呢到底怎樣才可以 awaken， 怎樣才可以這個 enlightened 呢，怎樣可以啟蒙或者是即開竅啊，然後覺醒呢這樣。上個禮拜呢我們訪問了 Daniel， Dan,、啊、不是 Daniel， Tony Mostarji， 不知道發音不準了Mostarji 這樣。他就說其實我們做得太多，即是我們對於我們想去覺醒，想去開竅，太用力了，其實是不用這樣樣的，不用的，他不用的，是簡單到怎樣，就是譬如Tony 這樣，okay？ 我上次我坐在旁邊，他講一講我突然間，咦，這個人開竅，這個人簡直是 enlightened 了， awakened 了，跟著他講的我很細聲跟他說， You are awakened， 他說 Yes， 跟著他說有一件事很可愛，就是其實當譬如阿可凡佢 enlighten 咗，跟住佢做某一個動作，即係好似譬如 Sophie 教派啲人，佢喺度跳舞轉，咁我見佢轉得好開心喎，咁我黐埋佢，咁我又轉埋一份，咁你轉下，你跟住佢轉，可能佢用咗好多力氣去開竅去覺醒，但係因為佢做呢個動作，我黐埋佢，我會同佢一起產生嗰個共振，我都會覺醒咗開竅咗，然後跟住可能但係佢讀咗三個 degree。50個 diploma， 70張書，但我是可能只是做的事比你，即你十分一做的事，但因為我黐埋佢，我的真頻同佢一起的話，咁我就可以竅啦。然後跟住我哋今天晏晝就講呢樣嘢啦。咁就有咩講咧？咁就係有人就係話唔可能咯，唔可能喎，你唔可以咁樣，你都要知道你去邊咧，成我唔使知嘅喎，你開到竅就開竅，即係我覺得。好有趣啊！呢樣嘢，啲嘢係不斷咁去變，不斷去變。我聽到咧就係話咧，喉唱你知啦嚇，即係可以唱幾個唔同嘅聲嗰只啦嚇，就係咁嘅喎。如果有班人喺度 perform 嗰啲大師喺度咧，你跟住一齊唱兩唱啦，你就得咗嘅喎，係咯。肯定我教太極，即係好多人話啊，好難 feel 嗰啲氣。咁啊，但係係咯，即係當你有個師傅喺你面前喺度，你好容易 feel 到。我教手療都係咁嘅喎。所以唔係㗎，但係我覺得好多人傾所謂開悟，其實都唔知係咩嚟嘅。講咩先？係啦，即係咩叫開悟咧？即係我覺得好多人唔知係咩。係咯。咁所以係咯，就講到好似好大咁，但係其實我相信開悟應該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冇錯咯，係咯，係咯。誒，嗱，你講下咩叫唔同種嘅開悟咧？今日就係講呢樣嘢。有人講話，咁開咗唔會點啊？開了不覺醒了我會去了哪裡、我生活上有什麼需要生活有什麼不同呢、樣我不想這件事了是我是咯即是我開就開咯不開就不開咯不緊要的即是很多人以為這個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開了悟的一種就未開悟的不是這樣的開悟是 有不同的階層不斷的、不同的方向不同的什麼很多不同例如有些人是會紅化了的有人開了悟之後你聽紅化不知道不知道
瑪雅那些就是咯，瑪雅民族那些直頭是你變一道紅光走出去，係啦，但是有些可能只是你開心了很多，突然間係你所有煩惱冇曬，所以譬如我覺得某程度上啊，可凡是開竅的，譬如我上次我跟你傾偈，我係發覺 ，damn， 佢好快樂啊！你是比我快樂很多的，但我的貓也快樂啦。不同的，不是其實咁講啦，其實你修行其中一樣咪就要快樂咯，即係你係。但係我上次同你做訪問，我係真係好感受到呢樣嘢係。你好快樂啊你！咁啱個快樂同你快樂一樣唔同，就係你要喺呢個凡塵裏邊同我哋搞咁鬼多嘢，跟住仲喺做我能夠快樂，有咁多人釘住你，係咪先？係啦，只貓唔使啊嘛。係啦，唔同邊度同啫？貓冇得升呢啊嘛，係啊，我都唔會俾佢聽到。但係你係佢係你好得意嘅，你係譬如我哋講到去小行水咁，你話哇，你去過呢個馬丘比丘，我真係我諗都未諗過去馬，跟住話去咯，做咩唔去啊？會址社要交租的嘛，我深圳都要交租啊，大佬兩皮五啊，個個月。跟住佢，誒冇諗呢啲嘢啦，去啦咁樣。就似係咩咧？似平時我同啲學生講嘅，就係佢，有時候我想做呢樣嘢，做啊。係咯，呢個就係代溝咯。做咩唔做咧？頭講就係咯。咁然後跟住我諗，咦係喎？點解我 support 人哋叫做呢樣做嗰樣，點解我又做唔到咧？跟住佢，我去過馬丘比丘啦，去過日本留學係咪你話？德國波蘭，波蘭留學啦，走去學跳舞啦咁樣，跟住。我真係舐曬你咁樣，跟住佢話：哦，仲去過呢個亞馬遜森林定係秘魯係嘛？係咪同一樣嘢㗎？係係。係啦，咁樣佢話：哦，係啊，嗰度點？我就 Oh my God！ 我真係羨慕到口水鼻涕都流曬出嚟。哇！點解我去唔到？點解我未去到？咁但係佢即係你係，我話你梗係啦，你唔使揾食。哦，係啊，我都揾食唔重要啊，咁樣你夠開飯夠搭地鐵咪得咯，咁樣唔係淨係呢樣嘢，我哋已經冇啦，即係我係冇咯。我哋呢一代又係有呢個包袱咯。係啦，係啦。咁嗱，你有係正常啦。咁我阿媽又唔喺度，但我都會有呢樣嘢就係、是，喂，我唔可以咁亂使錢嘅喎，大佬，我第時要結婚，我又未結婚，又冇父任夫任子任咁樣，使咗蚊就一蚊噶啦嘛，咁樣，即係我都有我世俗世嘅一面咯。然後我同你講嘢，我就發覺啊，原來我都好俗下，我都係未曾開竅，仲未曾，即係仲係喺個世界嗰度 trap 住咗咯。嗯，係咪咁樣樣咯？嚇，咁 so， 我覺得某程度上你係開咗嘅，不過開咗嘅人係唔知嘅。嗯。嚇！你唔知噶，起碼你都當然啦，你係有即係有啲人就紅化咗啦咁樣，瑪雅咪係咯，成個民族唔見咗，係俾好多人研究，咦點解呢個民族係一夜之間唔見咗咧？又唔見有屍體啦，又唔見有骨頭啦，同埋佢哋台面嘅飯碗係全部即係你冇話亂七八糟係冇嘅，全部你發現啲嘢係個飯碗就係飯碗，係總之你睇佢嘅每一間屋嗰成條村，就係你會發現。是啲人係仍然係做緊嘢，係突然間紅化走咗。嗱 ，Eda 就係佢紅化啦。再唔係嘅話，就係有個外星嚟，然後跟住將佢變走咗咯。因為如果唔係冇理由，佢哋去邊咧？周圍方圓唔知幾多里都揾唔到佢哋嘅屍體啊、骨頭，冇任何痕跡。咁所以佢哋應該係突然，佢哋據講嚇係佢哋係升咧到個層次，到達咗某一個陣頻，然後跟住其他啲人一齊去到某一個陣頻，然後就從就去咗第二個空間啦。咁樣，咁所以喺你嚟講，你覺得呢個開竅同呢個覺醒係咩回事呢？因為今日晏晝我哋答唔到呢樣嘢，有人話，咁真係咩啫？咁我真係開竅咗，我去邊啦？回應翻頭先講開一樣啦，就係啦，知道自己開竅嗰啲人咧，其實一定未開竅。係啊，係唔係咯？唔知咧。即係譬如我老師 Daniel。佢所謂嘅 enlightenment 就係你有一個經歷感受到呢個實相唔係唯一呢個實相咯，即係你會覺得呢張台唔係神嘅咁樣咯。加十分鐘，我哋要加十分鐘，我哋未講夠，要加咯。總之六點前放你走。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佢會話，即係佢嗰陣時喺西藏嘅經驗就係有一日佢真係起咗身，跟住佢發覺，咦啲人好似飲醉酒咁嘅。咁係咯，佢就發覺，咦，嗰啲人係真係好似發緊夢咁樣嘅。咁佢就同佢啲老師話：點解啲人咁唔同嘅？琴晚發生咩事？跟住佢話，老師就話：唔係佢哋唔同，係你唔同咗咯。你講呢樣嘢咧，我仲未，我記得有一次有咁嘅經驗，係好接近。然後跟住，我諗我未到就出翻嚟啦。就我有一次有某個經驗，我諗係 D.P. 嘅自在啫。我突然間發現有個人嚟做一個做一場大龍鳳。
就幫其中一個學員 開工的、然後跟住我是被揀選做他的天使、可能因為我是被揀選做天使，所以我是就變了天使的 identity、然後跟住我在後面去 support 他啦、又全場那天是很 dramatic、全場喊曬，是這個人他的苦是竟然可以影響到五六十人、全部喊到一撲一碌的、跟住我那時站在後面我做了天使，我突然發現 Oh my god，原來人間是這麼苦、原來每一個人，但 at the same time 我發現、其實這個是假的，為什麼你們第一就是這個人說出來的故事都是假的啦、就是他的演繹而已，我所謂假不是說他沒有受過，而是他演繹人生是這麼苦，他老母他媽媽是這麼差點好像說出來一樣，他媽媽是這麼 PK， 他爸爸是這麼 PK， 他看過那樣 PK， 所以他整個世界是 PK， 只 就是這個導師跟他開工的時候他將這件事放到很大很大、然後這個世界很 PK， 這件事是令到整五六十人都覺得很 PK， 然後跟著我和另一個女士是、被揀選出來做天使、我突然間那個感覺是原來所有都是假的、這個人投射出來的東西是假的，然後跟著他的 enrollment power， 他的感染力是可以感染到在場所有人都覺得是假的、然後我覺得初初我覺得人間真是苦、為什麼做人會這麼苦呢、然後跟著第二個想法就是屌假的，他作出來而已、他只不過是一個 enrollment queen， 他搞到個個都是這樣、然後喂 what if 你都是作嘢，但是你作嘢是這個世界很開心啦、這個世界很快樂啦、這個世界是人人常歡笑不怕眼淚掉，那你這個都是一個 enrollment power， 是令到全世界人都很開心、even though 這件事都是假的、但希望大家一起開心心地搞、那次是我最接近開竅，然後跟住完咗之後，我就當然又做翻自己，繼續係擔心，即係有冇錢交租咧咁樣，點算咧？我老咗會有冇人養我咧？咁樣，咁你點樣睇你嘅人生？你又點睇你嘅人生嘅咧？咁大，我係好得意嘅，我發覺自己係，我都係有好多 moment 咧，係會擔心冇錢交租啦，我仲未嫁啦，老咗點算？但係 most of the time 咧，我真係要，我發覺。當我努力啲打坐，同埋我能夠同 Esther Lee 呢個角色去 detach、去或者 unattach 嘅話，我就可以比較保持到我身心靈係健康，就係、我會記得個 truth 就係、Hey，everything is a dream， everything is a reflection of my life， 係、所有嘢係一個夢嚟嘅，所有嘢係我自己入邊嘅投射，所以唔使咁認真 Esther Lee、但我呢樣嘢唔係一個自然嘅狀態，而係我要努力經營，我先可以做到呢個狀態。因為只要我一擔心，我就即刻翻翻去一個呢、這個世俗嘅 Esther Lee 就係、Oh shit， 又要交租，我又要減肥，最近食咗好多飯，又重咗，即係咁樣樣。佢哋話會咁嘅，即係斬斬下，跟住去到某個位就會唔斬啦，就係、啦，你有一個好強嘅經驗，跟住就會平穩。可能我仲未有呢個好強嘅經驗，因為最近睇好多啲電影咧，係講啲人咧，我又唔想咁，但係又好希望咁，就係、是。有很多人是有個貧死經驗之後呢、就開竅、不單止開竅還有特異功能、跟住我想、如果有就好了，真的很想脫苦海，但是喂有貧死經驗、但是都要撞過車撞過飛機才有，那又不是挺好啦這樣講了這麼多呢，我想起一件事剛才、現在我明白到呢、所謂後生那一代呢、有一件事是比我們的老鬼是我認㗎，係叻嘅，係啊，就係佢哋嗰個 surrender， 啊，佢哋嗰個交託啦、個付託咧，係俾我哋咩？我哋又要啦，交咗，有啲人，我哋好多呢啲包袱。呢個係我哋好想要嘅，係咯，就你係嗰種 freedom， 係咯，嗰種撇脱就係，譬如你上次講你話，哦，如果啲 job 咧 95%， 我起碼我要 95% 中意咯，如果係唔到95，我唬做㗎。但我哋以前係15% 中意都要做啦，因為要養家，甚至乎因為要對世界負責。長江我哋冇 percentage 出嚟嘢㗎，有就做啦，諗得有就做㗎啦，真係。係啊，俾人蝦又做，揾唔到，揾到好少錢又做，係即係我哋嗰個諗法就係人浮於事，要養家要養自己咁樣。但係我同學都好多嘅，係咁樣嘅。係咯，啲中學同學都而家好多好努力去為屋企啊。所以咪某程度上你同佢哋已經唔同㗎啦。係咯，你係始終你個靈性係比佢哋一般嘅高，所以係
咁咯。嗯，而且你呢種嘅比例越嚟越高啊。嗯。嚇，即係 unplug 曬啊，即係之後洗鬼洗算，洗曬佢先算啦。去完旅行翻嚟又再從頭由零開始啦。我諗唔同嘅嘢係咩咧？阿可凡就是你知道個人生是點，所以你 你是交託了、嗯、或者甚至乎你沒有交託我的想法就是、嗯、是有的咯，怕什麼真的不會餓得死的嘛，但是你其他的班同學或者其他那些人就會是只是放任啫，即係只是不負責任，只是放任啫，就等於你話你同只貓的分別是有分別的。咁但係我哋已經係比我哋嘅同輩嘅朋輩係 advance 好多㗎啦。係啊，係係、啊。嗱、啊，你話頭先我放任嗰度咧嚇，而家未有你知道咩叫佛系啦嚇、啊，即係嗰啲又係好令人哋擔心嘅喎。如果個個都佛系，呢、這個世界即刻聽日即刻冧曬嘅喎嚇。啊，咁、啊、你解釋下咩叫佛系啊？我以為我明，原來唔明。咩叫佛系啊？佢哋話唔，我嘅理解咧就係、是、樣樣都 OK 㗎啦嚇，唔係咁嘅咯。不用努力的、是這樣的、你說什麼而已，就好像隻貓那樣、其實我有時候覺得自己會分裂、最近我開始、我想我快要突破了，因為我覺得我快要分裂了、就是在吸力法則就是你吸它啦，用你的念力啦、是是甚至乎整個人生都是一個投射啦，是這個我掰的、好了，但如果我用基督徒的看法就是其實所有東西是一個恩典來的、天俾你就俾、神俾你就俾、神俾咪唔俾咯，你求都系冇用噶、但系得意嗰样嘢就系、有啲嘢你唔求都有，有啲嘢你要求下佢先俾你，有啲嘢你点求啊？你跪到喊到你傻咗，跪埋玻璃都唔俾噶。咁、然后个答案就系因为 timing 啦，或者系一啲你唔需要知嘅答案啦，或者冇人发明嘅嘢啦。OK， 好啦，咁算。基督教基本上系恩典论嘅，吓、好啦。但去到格西嘅体系，去到呢个当和尚遇上钻石嘅体系就。You can create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and everything、即是你可以創造任何你想要的東西，任何東西都可以種出來的，所有你的東西都可以種出來的。那你又不是的，我都種了這個什麼很久，種金錢種子種了很久，或者種這個親密關係種子很久，但都種不到的，這樣。然後那、格西就會說，哦，因為你沒有做 coffee meditation， 或者是你沒有怎樣加，那 OK 好，但其實真的沒什麼人可以每晚臨睡前做半個小時的 coffee meditation， 然後嗨到爆那睡著的。即我夠膽講，讀書會主持都不行、你總是會有回到家裡很累的時候，然後跟著喂半個鐘、你要想一些開心的事，或者你那天種了好種子、然後開心到爆的睡、誰可以啊？那好了，然後在格西的體系是沒有神的、沒有恩典的，即是你沒有說、神啊給我這件事啦，然後跟著神說、好了開恩給你，你做吧，是沒有這件事的，所有東西是你 earn 回來的、但是在基督教就不是了，是神給你就給，不給就不給，你就你怎麼種的話，如果神不幫你的話，你沒有神的恩典是做不到的、好了，離開這三個這個範疇，去到這個培訓的範疇呢，就會是、你想做什麼，你想要什麼，你自己 create 啦、你 set target 啦， set goals 啦、然後 set mechanism， set 那個、那個做法啦，然後跟著你給心機去 create 啦、想就去做，就是這麼簡單、沒有東西不行的，只要你 put intoenough action， 你 fail 夠，你失敗得夠多次數，總有一得嘅。咁我有時候我就係、哇，呢、這個思想創造實相啦，然後跟住咧你呢個基督教嘅恩典論啦，然後跟住呢個格西嘅種子論啦，然後跟住咧呢個培訓界嘅呢個想做就要做嘅嘢，其實喺我腦度打 Q 曬裂嘅。有時，有時譬如我想要一樣嘢，嗰樣嘢係，咦，好似都難難地。譬如我想相聚，相聚可以做好佢，做大佢，做到我可以有糧出咁樣。淨係呢樣嘢，我到底應該用邊種方法呢？有四種方法咁樣，我好攰啊，得瞓著覺，瞓著覺先。聽下朋友。哦，冇對我嚟講。嗰四樣。嗰四樣，我可能你唔止四樣嘅，可能有五樣。我唔理噶啦呢扎，即係咁。如果譬如係相聚嘅問題，咁啊，如果係明顯個宇宙想我做嘅，咁就叭叭聲嚟。咁啊，如果唔係想我做嘅，咁我咪唔需要做咯。長哥咧？都是差不多的、我就覺得、我會很 surrender 的、很付託的，即你說我不生意了、個個都說很難做，是很難做的、我 由 day one 開始 我就想了、我一定 要採取這種態度，就是這盤不是我的生意、我不是為了我自己去威、去證明什麼去做出來的、我如果有個感覺我需要去做的，如果
上面或者宇宙想我去做呢，他比較支援我的、啊啊、如果兩年後或者兩日後、交不交不到租執鬼了他，即是說不用我做啦、啊啊、你這個所以我就說、啊、可凡是開竅、啊、長哥你都是開竅的那天、Tony 也這麼說 Tony Mustache 都是開竅的、嗯、他是說他說你照做，我發現是其實所有人都這麼說，因為星期一我跟一個牧師聊天、嗯、他說、嗯、個牧師很有趣，他是沒有讀過神學，然後他被另一個牧師，不知道牧師是靈恩教派看中的什麼，就是你不用讀了，我現在我釘你，你就成為牧師了你知道我釘啊，即是我釘，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祝聖祝聖啊，是我現在祝聖你，你就成為牧師。他說、但我還沒讀過神學，不用啊，你之後讀書，你看書就不用讀書了，這樣那他就開始做牧師了。然後跟著他做了很多 奇形怪狀的事，例如他是啊、不如我開一間餐廳來 去做傳福音、嗯、這樣，然後他走去那些街頭找那些流浪者來去、教他們怎樣跑步、嗯、這樣，然後跟著沒有錢的、哦、但很有趣的，他在外國住了很多年，不知道多少年，不懂英文的、哦啊、即是他說是啊，我不懂英文的，我又沒有讀過書、啊、沒有讀過神學，我沒有學歷的這樣。然後跟著有一天有人跟他說話，他就不知道跟人家做些什麼，人家做完之後他說、啊、你牧師來的，他說是啊這樣。哦咁啊，我想捐，我捐嚿錢俾你啦，咁樣又捐咗百幾萬俾佢。咁、嗯、跟住佢就開咗間餐廳，就喺間餐廳星期日就即係唔開餐廳，就愛嚟做教會嘅咁樣。佢講嘅 exact 其實係咁樣，佢話佢唔使諗嘅喎。佢話如果你做啱神，即係佢講就神啦、嗯。你做啱神嘅嘢，企啱神嘅嗰條路嘅話，佢、就自然會俾嘢你噶啦、如果佢唔俾嘅話，咁即係唔係啦咁樣。咁佢冇壓力嘅喎，咁樣。然後跟住阿 Danny 咩啊啊啊 Tony。Mustache 又是這樣說、嗯、就是、哦、你他說的很難明白，我不太明白，但是說話跟你們說的東西差不多、嗯、但是他都經歷了這麼多東西、嗯、他又是醫生，又是、很熟、他自己教會的宗教的東西，他有那本聖經，不知道可蘭經還是什麼經、嗯、他又熟到爛 滾瓜爛熟、嗯、然後跟著、他又學了他那個奇蹟課程、啊、然後跟著他又是滾瓜爛熟、嗯、跟著你說、啊、滾奇蹟課程是什麼，他說、哦It's a school book. It's a children's school book.、嗯、即他已經不在那個境界了、嗯、樣。然後他說我真的聽都聽不明白，我要再翻聽他說的東西、嗯、當你做不知道某樣東西，他說 creation 和 creator 是同一件事、嗯、他說當你個不知道如何啟動的 creator、嗯、creator 就變成 creation、嗯、那你就成為了個 creator 了、嗯、大概是這樣、嗯、我只是記得字眼，我未做到的，所以我講不到精髓出來、嗯、但我開始有一點是好似 get 到少少 ，get 到少少啦，我、嗯、我諗佢啊，同埋佢講一樣嘢好正，佢話佢你好熟一樣嘢，譬如我係好熟培訓嘅，我亦都好熟基督教嘅嗰、那個嗰、嗯那個，我唔係熟聖經，我係熟嗰套嘢啫，我亦都好熟讀總之法則，因為已經喺度浸咗三年幾啦。佢、嗯、話我覺得好簡單，你將所有嘢全部抌低，即係你好熟嗰樣嘢係咪？你唔好喺任何，因為我有四個系統喺度，佢你全部系統拎走咗佢，你學咗離開係最好嘅。嗯，然後跟住你咩都唔好用，即係唔好用基督教嘅方法、嗯、種子法則、吸引力法則或者係培訓嘅嗰個方法，全部用，你就去 create。嗯。仲加多一句，嗰日咧，我聽咗個成個下晝啦。嗱、嗯，我嗰日你下晝你係做翻譯噶嘛？係咪下晝 rap？ 我係上晝。你係咁咧，就有一句話咧，我係好深刻嘅。我諗加埋你正話講咧，就啱啱好啦。佢、嗯、話 ：When you are happy。The universe is behind you、嗯。你要創造呢種狀態，你就得噶啦，其他唔使諗。哇，我覺得好正。其實我明嘅，我聽過嘅，但係佢講嘅係 on top of 嗰啲嘢之外咧，用呢句話，我覺得一個埋。好啦，我哋咧仲有嘢想講。阿長江，你講緊時間。唔講，不如我哋再加多快咁，我哋先完咗先，因為可凡趕時間，非常之多謝我哋呢個可愛嘅可凡。OK， 好，我哋先暫時講拜拜，陣再加埋呢個 part five， 拜拜，拜拜，拜拜。好啦，我哋嚟到有史以嚟第一次嘅 part five， 點解會咁嘅？點解會咁嘅？唔知啊，we flow with the flow 咁樣，就係有呢個情況出現啦。咁然後我發現咧，最近咧。我想翻起，咁我話嗱，我講真，我就好想咧，雙嘴咧可以成為我嘅終身事業。At least 我而家見到我想咁做啦。我希望能夠日日都係做訪問啦，日日都係揾嘉賓啦，日日做資料搜集啦，日日即係我覺得我會好快樂呢樣嘢。因為做雙嘴咧，如果我將佢拆開一集節目，
由開始諗到出街係有廿幾三十個工序嘅。嗯，係啊。廿幾三十個㗎，即係你細分嘅話嚇。然後咧做培訓咧，由我開始諗我要教做，然後去到我真係 deliver 咗一個 workshop，然後收咗錢啦。收埋呢個 evaluation form， 又係有廿幾三十個工序嘅嚇。但係成個培訓嘅生意咧，我只係 enjoy 教嗰 part 嘅啫，即係話我只係中意嗰廿幾三十個工序入邊嘅一 part 或者兩 part。但係相對嗰廿幾三十個工序咧，我計過入邊只係有一 part 或者兩 part 係我唔中意嘅。所以點解相對係冇錢我哋都做咗五年，但係培訓咧，如果我賺少個崩，我都覺得好唔開心。咁樣，咁我最近就諗，唔得啦！如果件事係咁嘅話，何必再逼自己呢？咁點樣可以將呢個商聚變成一盤生意 ？At least 我可以交到租，俾到我個 main pay 所有嘅嘢，而係我可以日日做我中意做嘅嘢咧。咁我就開始想去 create 呢樣嘢，但我發現可能係因為我太過想擺脱培訓嘅工作，然後去投入呢個商聚，然後我發現可能係因為我太過 focus 喺培訓嘅痛苦。而不是相聚的快樂，所以是 create 極都 create 不到。你明白我說什麼嗎？我明白，但我又完全不是這樣想。是的，你怎麼想呢？我又怎麼想？怎麼以致到你可以全日在做綠葉林呢？比較一下你那兩件事先如果我是上面那個位置，我就會想你的真正的動機是什麼呢？如果你是做所謂培訓啦，培訓咗啲對呢個社會對呢個對象有幾多好處嚇，同埋你喺相聚呢一度你可以為呢個人間創造咗幾多價值，咁啊比較咯嚇，咁上邊咪會決定俾你做邊樣咯，咁睇咧。調翻轉頭，我自己啦，如果我好中意做培訓嘅嚇，我都唔計較所有啲啊邊啲中意，邊啲唔中意啊，咁啊，我樣都中意我反為嚇。你話有23個工序，每個工序我差唔多中意喎，因為我一路差唔多係 confirmation， 我一路想像緊將來啲人嘅即係會出現嗰啲學員，佢哋生命點樣改變啊？我嗰啲團隊佢哋點樣升呢啊？咁樣樣，咁我咪好開心咯。但係我喺培訓，我冇呢種，唔係冇嘅，而係因為我要忍受嗰幾廿個工序入邊嘅好多個工序，即係話消防員，消防員去做救火啦，係咪？咁但係消防員真係救火嘅時間係2% 啫嘛，其餘98% 就係你要操啦，要跑山啦，打排球啦，跟住你要喺嗰度瞓啦，然後成咁樣。咁但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培訓就係似咁咯，即係話我只係中意教嘢嗰部分嘅啫嚇。但係對於要在 Facebook 出貼啦，然後跟住我要去諗個 marketing strategy 啦，我要招生啦，我要去收錢啦，我要去做，我要去即係因為我得個人啊嘛，唔似譬如相聚有Tony 啦，有阿 Wella 啦，咁我有個 PA Winnie 咁樣，咁就分咗工，咁就算唔分工，以前我都係成個工序我個個 part 都中意，但可能係因為培訓，實在我真係中意其中只係一兩個 part， 咁所以。我覺得自己要捱13年，我用個捱字就是，但我冇辦法將自己轉化到就係、是，因為有啲導師朋友同我講，哇你好唔感恩，你成日你應該感恩一下，你可以感恩一下，你可以服務到其他人啦，好多人受嗰樣類嘢啦，但我真係去唔到嗰個位啊。咁你有冇諗過將呢啲嘢外判嘅咧？頭先你所有唔做唔中意做嘅嘢，俾錢去買咗佢翻嚟咯。我話因為我 not even enjoy 教嘢啦，已經。即係我中意咩咧？我中意做 motivation 嘅工作，譬如係喺台上邊。我唔中意同人太近啊。譬如做訪問係唔近噶嘛。但如果我喺街度俾啲觀眾，俾我啲 fans 圍嘅話，我就會覺得，我嘅 privacy 係被侵略嘅，我係唔中意嘅。我唔係周華山。我完全唔 enjoy 嚇，我宅女嚟嘅啫其實，但係 anyway 咁，即係呢個其中一樣嘢啦，我仲喺度學緊我嘅 life lesson，OK？、Okay? 到底我應該夾硬將我培訓嗰樣嘢變成我興趣，然後佢幫我，因為培訓係養我噶嘛，啊相聚係使錢噶嘛，大佬，咁到底我點樣平？我呢個係絕對係我最近嘅 life lesson 嚟嘅。唔知，正話你講一樣嘢
培訓係養我啊。係唔係就有問題就喺嗰度咧？我諗係啊。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嚇。咁你都講咗啦，你係幫咗好多你嘅對象噶嘛？你嗰度得到好大嘅滿足感噶嘛？但係滿足感唔夠啊嘛，要交租啊嘛，長哥。對我嚟講又夠喎。啊，嗰個大到唔係，如果你夠交租，我都夠嘅。咁但係唔夠交租啊嘛，咁就係一個問題啦，係咪？咁 anyway。咁我就發覺咧，最近咧，今日晏晝好得意，今日晏晝發生好多嘢啦，大家拗到面紅耳熱咁樣，但係it's friendly， 即係好友好嘅面紅耳熱啦咁樣。咁啊，跟住咧，我哋就發現，咦，當年啊魏鼎，魏鼎好得意嘅，魏鼎咧就私下，魏鼎係咧台前幕後都係同一個人嚟嘅。係啊。有些人我聽有些人是你原來 台前幕後不同的人，但魏鼎是絕對是一個幾表裏一致的人的這樣。然後跟住魏鼎很多時候譬如我見到他，他就會問我有沒有做功課啊咁樣。他的功課得意嘅係咩咧？就是他咩都不用你做，他做一樣嘢就是每一朝起身就只要唱歌，就是 I am a master creator, I am a master creator, I am a master， 即係你變成一隻歌。I am a master creator 咁樣，例如咁，然後跟住你日日都要唱，佢話你唱三個月之後，你人生一定 transform。咁其實呢啲咁樣嘅嘢，廿幾三十年前我哋 Love Dynamics 都學過曬啦。咁就係跟住我諗，佢 even 佢再講我都，唉，睬你傻啊，咁鬼低 B， 因為朝頭早喺度唱歌咩 ？I am the master creator， 咁我冇理佢。然後最近訪問啊。Danny K， 你識佢啦，係咪？乜 Danny 又係咁喎？上次開完會俾佢，佢又係 Esther， 你上次上完堂有冇做功課？我咩功課？咪就係對住塊鏡講 ，I love you， you're so beautiful， 你好靚，我好靚，我好 ，I'm enough， 係啦，我好夠，我好夠咁樣，差唔多嘅，大家唔同佢講嘅嘢，咁我就冇喎，跟住佢喺度笑佢，唉，即係佢意思就係你曳嘅，上完堂唔做功課，咁我都係咁諗。你講認真㗎，即係我自己會覺得嗰啲功課嚟嘅啫喎，你真係 expect 我會做㗎，我冇諗會做喎。好，然後最後就遇到阿 Tony Mustache，然後佢阿 Tony 又係話，又係俾功課嚟做就係、是，你每朝起身望住塊鏡講 I love me， 即係我愛我，我愛我，我愛我，然後係又係嗰堆嘢，就係、是、你望住塊鏡講。我好靚，我好爽，我好性感，我好有錢，我好健康，我好開心，我好快樂，我好夠，我好掂，我好值得擁有愛，我好咁樣，係啦。然後跟住佢多少少就係每一日你要做一啲嘢，做一件好細嘅嘢令自己開心。咁樣，然後跟住即係佢有四五樣嘢，但係完全都係呢啲嘢嚟。咁我就咦，魏鼎又咁講。當年 Life Dynamics 就 Life Dynamics 嗰啲係外星嘢嚟㗎嘛，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完全外星嘢嚟嘅其實。然後跟住 Tony 阿 Danny K 又咁講，然後 Tony M 又係咁講，呢啲全部都係開阿魏鼎嗰啲都好高層次㗎啦，都好係好開竅㗎啦。然後佢從來冇人同我講話，你今日有冇打坐啊？你要每日譬如阿格西唔係㗎嘛，格西係你每日朝頭早要打坐，同一時間、同一位置、同一方位。然後咧打坐又要有七個杯咁啊點點好多好多規格噶嘛，咁然後夜晚臨瞓前又要做 coffee meditation 就好多規格嘅 ，OK， 咁呢啲我發覺 at a certain extent 係唔啱我，因為我係唔係一啲好講規矩嘅人，然後跟住我發現唔通真係日日同自己講，我開始有少少動搖啦，開始就係咪我聽日開始都應該對住塊鏡嗰度喺度廢噏咁樣，即係我覺得呢係唔係得㗎咁樣，咁就似乎係咯。長哥你咪都會咁做啊？對住塊鏡咁講 ，I love me 啊 ，I'm handsome 啊 ，I'm rich and healthy 啊 ，wealthy 啊咁樣。越嚟越多啦，一記得我哋。好大打擊啊！對於我嚟講，我哋做身心靈導師，俾咁多錢學咁多嘢，原來 finally 要做呢啲咁嘢。I am the master creator of my life. I am the master creator of my life. I'm the master creator of my life.咁有乜唔妥啫？好似好低 B 嘅嘢，唔係好似我哋頭先做咗兩個 part 咁講話，每一次我哋做 design， 你打開個 A3，每次都開本新噶啦，係咪？咁啊 A3 嗰個 A3 pack 我哋叫 A3 pack 咁樣，然後跟住
你做你喺度坐喺度天馬行空，跟住你會諗到第一個 design 嚇、然後跟住 usually 你會一個禮拜，通常一個禮拜一個 project 啦，咁、你做到嬲尾，去到最嬲尾嗰幾日，你做 presentation 去交貨嘅時候，就已經成本滿曬 idea 曬啦。五十頁啊嘛，你話係啦，五十頁啦咁樣，然後跟住你俾個導師睇你做啲咩，但係 very often 好多時候好多人都會係最後係 go back to。The first design is always the best design， 因為可能是因為佢潛意識出嚟，或者係你第一、你啱做嘅時候個資料唔夠噶嘛，然後跟住你出嘅嘢通常都係最 basic、最 unplug、最簡單嘅 OK。然後我就有少少感覺就係、咦？你而家咪就係咁嘅感覺咯，就係、我畫咗即係二十幾年前啱啱開始接觸呢個新心靈嘅時候，其實唔係好熟悉心靈添噶啦 ，Last Dynamics 嗰啲叫 personal growth 嘅就 OK， 然後佢就教你講一啲叫 affirmation 嘅嘢。係啊。咁然後跟住我喺新心靈界打滾咗九二年，而家係2018年26年。廿六年之後，又係俾人 remind 就係、你有冇講對住塊鏡講 I love me, I love me, I love me？ 唔係咯，而家你又見山又再次是山。跟第一個層是不同的啦、就是等於我說 你經歷了五十頁的 A3 pad 再去回第一個 design， 它雖然都是交貨的時候第一個 design， 但它已經不是第一個 design、你裡面已經多了很多東西，雖然做同一樣東西、所以、Tony M 呢， Tony M 講的我覺得挺好的、Mustache 說你學了所有東西你要丟掉它、然後去到某一個層次你會發覺你不再需要輸。嗯哼，阿長哥，你仲睇唔睇書啊？而家我每日都睇噶，但係睇唔係等於需要咯，係兩件事啦，係咯，佢就話你有日唔使睇書噶啦，你會發現，咁啊係啊嘛，我而係入邊都有四個系統啦，係咪？咁其實某程度上一個系統都夠用啦，咁何況我四個系統喺度，咁肯定夠噶啦，唔通你仲要學多第五、第六個咩？咁然後佢就話你學完之後你就等低。就是在一個沒有系統的狀態之後，我未曾掌握到的可能就是你再 go back to 你的 intuition、go back to 你的 perception， 你覺得是怎樣做的、就是怎樣。我想像武功一樣，你學了那麼多招，你內在化了它，第一出來就是手中無劍心中有劍的嘛、沒衝突的，那些東西一樣用出來。不過 你不是那塊東西，這個 就叫做 manifestation 而已。好，咁啊，到我訪問你啦。我而家做翻主持嘅呢個角色，咁攞個麥先咁樣。嗱，長江你咧都係新心靈界都即係非常之嚇，呢、這個英文叫 pioneer， 中文叫咩咧？好先驅噶啦，係咪？咁然後你而家現階段你點樣睇你自己？你係邊個？你去緊邊度？你喺度做乜嘢咧？我諗我都係冇忘記咗我嘅初心啦。我初心就係、是。我希望這個世界因為有了我這個人來過呢就會好一點咯好一點、講一因為阿女兒現在走了就講一件事給你聽其實我覺得她不捨得走的剛才不過無奈她要去做事那就先走樣那呢她讀、初小的時候可能小一小二的時候呢我經常玩一個遊戲的、就是說可凡啦你幾時見到阿爸皺眉頭呢你就話指住我皺眉頭，咁我錫你一啖嚇。咁、後來我發現咧，佢指住我咧係越皺越多噶。咁、由嗰陣時到而家成二十年啦，我係皺得好犀利，我都唔能夠接受我自己。OK 嚇、我睇翻我自己嘅錄影，我就知道嚇。咁點解我成日皺眉頭咧？我猛教人哋要放開，要咩要 relax 咩之類啦。就是我發現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功課、就這個世界是越來越值得令我們擔心，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你一知道的時候你就知道什麼都不行、剛才我們猛地說代溝、那些東西、如果你現在看回、新一代呢，我們這些老鬼呢是沒辦法不擔心的、所以我就猛咁努力去揾佢哋而家有咩叻嘅咧，有咩嘢可以係補償翻嘅呢啲啦。好啦，我自己嘅角色其實早應該交棒噶啦，交到就交噶啦，但交唔到啊好多嘢，好衰嚇。咁即係好似好多人哋鬧嗰啲民主派嘅長老咁啊，你仲唔交出嚟咁啊？唔係我想啊，而係我都唔想。你交咗你做咩啊？明朝散發龍扁舟
嚇、啊，去撐艇咯，去咩？咁但係我覺得仲係感覺到個宇宙係需要我出一分力，有啲嘢係得我做到嘅咁樣咯。咁而家我又睇到好明顯我呢幾年做嘅嘢啦，係陰差陽錯、歪打正着咧，呢冚唪唥一路聚埋嚟咧，係我生命未試過咁刺激噶咯。我而家做緊我應該做緊嘅嘢 ，I'm where I should be 啊，咁係好玩、好刺激噶咯。但有冇壓力噶你？壓力係自己嘅事。你因為新心靈平台嘅陀長係咩叫咩掌舵人啊？係咯，教主咁樣，這個、你有冇咧？好大影響我。我其實好覺得開心嘅，因為呢啲位咧，我覺得壓力位嚟嘅。你俾我點，我都唔會想做呢啲咁嘅嘢。係咯，你冇壓力嘅咧？我明啊，就係、是。因為做乜都俾人鬧嘅，係啊，壓力係你自己俾自己嘅啫嘛。通常都係嚇、啊，即係我會咁睇咯，就係、是人哋話入得廚房，你要抵受個熱力啦嚇，食、啊、得鹹魚抵得渴啦。出得嚟行，遲早要還，我叫做即係我係不如話好得滯找咯嚇、啊，因為你又戴咗一頂帽，嗱、啊、你又唔可以咁之類嚇。啊、譬如因為我是綠團的主席，我就不可以說一些去得罪其他的農夫，又不要 去踩漁農處、是不是、想罵人又不行、不可以暢所欲言，那這些就預咗了、這些我不當它是壓力，我當它是我經常都要給人家、帶著很多左綁著手綁手綁腳、你可以綁手綁腳又繼續跳舞跳得很開心的，所以我覺得我哋呢個三代啦嚇，爭十五年，爭十七年咧，我覺得你兩父女係幾開竅嘅，係我未開嘅咋？點解咧？我哋好似 carefree 好多，係啊係啊，冇咁多咩？冇咁多。其實嗱，如果你講壓力，你係應該最大啦。係啊。咁啊，即係物質上嘅壓力啦，有開支啦，要交租。咁啊，可凡應該係最 free 嗰個啦，係咪先？住即係住嘅、食嘅咁樣都簡單好多，佢又唔係話要名牌咁樣。咁我就啱中間。嗯。係啦，咁要自己養自己啦，要交租啦，要成。我啱啱我就算經濟上我個壓力都喺你中間。但是一個壓力咁大又冇乜壓力，一個冇乜壓力嘅又冇乜壓力咁樣，咁就係咯，我都諗住啊，我點樣可以蜕變咧？點樣可以將呢樣嘢轉變咧？咁樣。好，我都諗噶，我係咪呃自己先？我話冇壓力其實好多咧嚇，成日皺眉頭咪係咯，係咪咁嘅咧？係咪咧？係咪咧？我而家我都好想知道。嗱，有時我皺眉頭咧係生理嘅問題，因為我隻眼咧一好好好太陽曬嘅時候咧，我係要蒙起隻眼嘅，唔知點解啊，我隻就啊咁呢一個唔係我同情緒嘅問題咯嚇，影相啊錄影嘅時候，凡係喺户外咧，我知我係皺眉，咁我唔知頭先喂你覺唔覺得我有皺眉頭啊？頭先啊呢個中啊，間唔中係比起一般人係咪誇張咗？香港人是越來越多人皺眉頭啊，是嗎？是大約是由92、93開始的，我發現呢是越皺越誇張，有些朋友是皺得很誇張，我認識的。我就沒有留意人皺眉頭，我就留意到很多人在說話，自己跟自己說話是越來越多的、我不知道，我對這些很敏感的，常常有人在說話，我就是到底他說電話呢，然後我就會特意去看看他有沒有藍牙的、我真的會特意按一下他這邊兩邊有沒有藍牙、然後發現他沒有的，他真的只跟自己說話，而這些人是越來越多的。沒辦法的，你大佬現在的環境這樣，大家住的地方白鴿籠那麼小，交的租金又那麼高，又沒有私隱，又即是你很多東西，你空間性的問題是令到人是很大壓力。即是我這幾年不斷地想的，為什麼現在越來越難做人的呢？即是在各方面，政治、經濟、人際關係，是不是讓健康安全啊，其他冚唪唥嘢都係我哋香港嘅政治又更加係添啦嚇，即係點解上邊或者邊個個宇宙安排呢個劇本，我哋係咁要俾我哋一個咁大嘅升班試咁難考嘅咧？以前唔係咁嘅喎嚇。我連我最近我都覺得有壓力啊！以前啲人成日話香港大壓力，咁我就心你自己嘅思想創造實相啫，我唔係咁樣，我都唔覺得咁樣。但係近來我都開始覺得啦，即係最近來我就覺得哇，要交租，其實我冇乜開支嘅，我啲開支就係交租嘅啫。即係我
我又唔好旅行，我又冇養車，咩好多嘢冇。但係我開始發現到，以前我係 feel 到人哋嘅壓力，嗯，然後跟住係，咦係咪到底最近我呢個打坐得唔夠勤力咧？點解咁有壓力嘅咧？定係根本就係有壓力而我自己自欺欺人咧？我都覺得好奇怪，其實你講交租交得幾多租啫？你屋企同埋呢一度加埋都係好少啫嘛，有幾多啫？定係點解你會覺得呢個係壓力咧？因為我想脱離呢個培訓啊嘛，咁，所以我唔知啊，我自己可能係呢個思想嘅喺度自己去玩自己，我有時喺度係啦，自己喺度諗。以你嘅能力，即係話揾咗呢筆呢個數，一啲都唔難啦。其實係應該唔難嘅，因為都做咗十幾年啦，即係你相對響，如果我十幾年前、十三年前或者以前，咁啊一個學生都冇，又冇人知道我係導師。又冇個鬥，你講嘢咁多人可以受惠，咁多人都中意聽你講。係啊，有時我都諗，有口才又有料，又仲要點？我想有時我諗，我係咪只不過係 spoil 咗我自己 ，spoil 咗自己太過，即係要個天去順住我要嘅嘢，而係如果而家我擔心要交租，咁呢度都三年幾啦，係咯，三年幾啦已經。咁如果要擔心嘅話，其實十三年前咪仲擔心，係咯。咁我嗰時候有情緒病喎。然後又被人裁出嚟喎，又冇乜意志喎，咁人家即係如果你講而家嘅條件，基本上我應該好過以前好多。你談笑用兵咁啊，啲嘢就自然咁啦。哎，我哋又識教人啊！我都係嘅咋，我都係我自己盤生，而家五年啦，都係傻下傻下咁嘅樣嚇。喂，你個開支仲大啦，你嗰度使唔使半百萬啊？差唔多啦，我嗱你諗下啦，我每一個月尾咧就籤二十張車喎，啊，咁另外仲要交租喎，嚇，咁你嗰度我當你四五十萬啦，咁一年就500-600萬嘅喎，係啊係啊，500-600萬一層樓嚟喎，咁樣，係啊，咁啊，但係如果我要煩咧，唔係煩嗰啲嘢喎，係煩人事上嘅嘢，人事啦，永遠都係㗎啦嚇，尋日咪係咯嚇，突然間我睇到嗱，我哋我有好多群組噶嘛，係嘛，即係我哋最主要嗰個群組啦，即係個個同事都喺嗰度啦。突然間有一個人乜 left， 即係離開咗喎。哇！我即刻就去問總經理，哇咩事啊？我以為佢嗌咗交劈炮走咗喎。咁原來咧，後來總經理話俾我聽，唔係佢去咗，佢就去咗丹麥啊。佢哋又好似頭先講賺埋啲錢就去旅遊。咁啊，佢又而家攞大假，咁佢嚟咗就可能唔想咁多。嗰啲群組咁都要 call 住佢，即係咁咯，係驚呢啲咁嘅嘢，咁煩就煩呢啲咯。咁你又講下你而家現階段啦，係咪你都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就係都已經係盡信書不如無書，或者係頭先講嘢好正嘅，你話咩話？見山又是山，係咯。你呢個比喻好正，我覺得，即係我就覺得係，咦？我又要做翻啲基本功。因為我一直好鄙視呢啲嘢，就你對住塊鏡講話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你好正，你好帥，你成，即係我覺得唔低㗎，做埋啲咁嘅嘢。但係似乎我最近即係了解嗰樣嘢就係，其實開竅覺醒咪就係咁簡單咯。你要做咩啫？要睇幾多本書？你要點睇？如果睇書嘅話，我反而覺得書嘅嘢有次我聽到一樣嘢好正，佢話一個人睇得書多係好。你越看得書多越好的，因為你是很 open 的嘛。它最危險是什麼呢？就是你只是看一本書，然後看得很深，這個反而是危險。那我就咦，其實這個就是宗教，各國的宗教都會是，特別是某些宗教，是不是只是看一本書，那你可能佛教都會看很多本的嘛，任你哇幾百本書你可以看，每本都可能可以看你17年的，很多經這樣。那我又覺得是真的，咦，現在現階段是應該盡信書不如無書。還有你剛才說的東西我覺得很棒，你說什麼只是開心，什麼 follow your heart 還是怎樣的，Tony 說的嘛，他說當你開心的時候整個宇宙都撐你嘛。是的，這件事是真的。在 SS Bar 他很經常說一件事，就是Money follows joy。是的。Money follows joy。什麼都是。錢，即是有時候我們會
係其實我覺得我自己都冇乜太多煩惱嘅啫，我又冇仔女，又冇老公，貓狗都冇，魚又冇條咁樣，阿媽又好走咗啦，咁其實冇咩，即係心無掛礙嘅嚇。然後我有我即係我會將我慣性地將啲問題放到好大，嗯，但我忘記咗呢啲問題，如果係十年前嘅話，大十倍都唔止啦。係咪冇地方、冇錢、冇 courses design 咗出嚟，冇嘢，乜都冇 workshop， 冇商聚撐我。而家已經係我人生最好嘅階段啦，即係唔好計以前投資嗰度幾風光啦，過咗啦，係咪？咁跟住就會係，咦係喎，有時我真係會忘記 money follows joy， 係其實開心係好緊要。嗯。有出戲咧係阿 John Travolta 做嘅 ，John Travolta， 但年輕嘅人可能唔知邊個啦。John Travolta 曾經係我哋偶像嚟噶，跳舞好勁噶佢。咁佢有出戲好正嘅，叫做呢個 Angel Michael， 哦，係啦，天使米高。咁咪佢講佢呢個我好中意出戲，因為咧天使米高咧係講呢個 Angel 啦，呢個天使咧即係 John Travolta 啦，就落咗人間啦咁樣。咁啊帶一對翼落嚟嘅，咁然後跟住咧就同一家人一齊住。佢話呢度嚟做咩啊？落嚟做嘢咯咁樣，總之落嚟做嘢啦，唔會話俾你知咩事咁樣。但係咧，佢話：哇，咁難得有個肉身落到嚟，跟住係笑到爆嘴嘅就係又溝女啦，慢慢走去搞嘢啦咁樣。即係佢好靚仔啊嘛，同埋因為佢天使啊嘛，咁咪啲女人見到佢就，咁就俾佢吸咗埋去，跟住就慢慢搞嘢啦咁樣。咁同佢一齊嗰兩個人咧就激到死色下，然後跟住咧佢又食煙啦。又跟住咧，成日講埋曬啲爛 get 啦，然後自己講一啲爛 get 咧，又唔好笑，跟住自己笑到拍台拍凳啊，流曬眼淚咁喺度笑啦。咁然後跟住，因為佢講一個故事咧，就係佢要處理一啲嘢嘅。咁然後入邊有啲陰謀咁樣，咁其實 John Travolta 咩都知啦，係咪？因為佢係天使嚟噶嘛。咁然後咧係有一幕係好正嘅，就係佢又係咁啦，就做埋曬啲好無聊、低 B 嘅嘢，然後跟住自己笑到拍曬台啊，喺度流曬眼淚咁樣，然後跟住冇人喺度笑。咁淨係呢幕已經夠好笑啦，係咪？你知一個人喺度講笑話，自己喺度笑，然後冇人笑。然後跟住咧，佢講一句嘢好正，佢話 ：The key to heaven is laughter。嗯。佢話：如果你要去天堂之路，就係、是、歡笑。佢話 ：Don't underestimate laughter。你唔好睇小咗笑呢樣嘢啊。嗯。咁其實我覺得係異曲同工，即所有講嘅嘢都一樣。其實講嚟講去，講嚟講去都係。大家要開心，嗯、要 開心要歡笑。阿魏鼎就話：你要俾你嘅 inner joy， 你嘅內在喜悦。佢成日講呢個 term 噶。如果你記唔記得啊？內在喜悦 bubbling， 點樣俾佢出嚟咧？係唔需要諗嘅，你唔諗佢就會出嚟噶啦。咁、由大家諗到死，點樣可以唔諗佢個內在喜悦會出嚟咧？咁樣我就發現一個方法咯，係冇諗過噶，係食生咯。真的食生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我身邊個個都是咁嘅咧，包括我自己在內嚇，係唔知點解內在有喜悦出嚟咯，由朝到晚嘅喎嚇。係噶。係啊，我嘅解釋就是你供應到俾呢個種機，佢需要嘅燃料，佢要嗰樣嘢你俾咗佢，咁佢咪自然就會放啲輕鬆嘅荷爾蒙咯。啊咩多巴芬啊嗰啲，咁你咪開心咯。嗱，而家我好多謝你啊，今日喺度傾，我而家諗通一樣嘢啦。係咩啊？開明啦嚇，就係、是、其實嗱呢個宇宙個本質本來就係開心快樂嘅嚇。咁、如果我哋係自己呢度開心快樂咧，咁咪隔通天地線咯，共振到咯，咪就係咁簡單啫嘛。所以開明就係 inner joy。頭先你都話好似可凡嘅，又有呢一種咁，所以又開悟啦嚇，即係原來就係咁簡單啫嘛。我哋再次記得翻呢個宇宙本來就冇嘢要擔心嘅，樣安排都好好嘅嚇。我哋信呢一種安排，咩事發生都係好事。而家安排最好嘅，咁啊將來嗱，尤其是係往前望，將來咧呢幾十年之後，百年歸老，我哋翻返去一個好十全十美快樂嘅境界。有了這個信念呢，就沒辦法不開心，那就開心了，就怎樣了。現在我擔心就是死了不知道怎麼辦，交租的，通常我都是交租的，就是死了交租的，要交租的，這樣說怎麼辦呢？最近這個 enrollment 不是很好，這樣來來去去我都是想這件事。我又猜不到啊，其實你是在說很少錢而已，都是錢啊。你以前賺了那麼多，現在我賺了那麼少而已。
好得意嘅。咁我咪話最近見到個牧師嘅，牧師問我佢你係邊個咁樣？我我唔知啊，你去邊度啊？諗住我唔知啊。咁你嚟呢？你而家喺度做咩咁樣？我唔知啊。佢重複問我呢個問題三次，嗰、那個 moment 我係唔知嘅嚇。然後跟住我翻到屋企，不斷喺度諗呢樣嘢，即係咦我係邊個咧？我嚟做咩？跟住牧師話唔係啊，你係絕對知你係邊個，你絕對知你喺邊度，你絕對知你去邊咯。我聽你講嘢，你係好清楚，比任何人都清楚。咁你真係迷失咗啫，咁樣。你真係迷失咗啫，咁樣。咁我諗係喎，其實而家我可以朝頭早，基本上朝頭早十二點前嘅時間全部係我嘅。我唔係好早起身噶啦，我都係7:00起身。咁我都有4-5 hours啦。其實冇乜太多人係可以每日朝頭早唔使做嘢。係咯。係啊，咁樣係啊，有同埋有一日咧好得意嘅，阿 Red 咧有一次我講，我同阿 Red 嗰時我好心窮人窮啊，講翻10年前咁樣，跟住我誒死啦點算啊點算，跟住阿 Red 話 ：Ashley， 我唔覺得你應該有擔心嘅喎，我嚇我真係好擔心喎咁樣，佢話 Ashley， 以我對你嘅認識，你係喐下隻手指尾已經大把錢嚟嘅咯喎，係咯，佢點解你要擔心我？點解佢會咁講嘅咧？嗯。點解會咁睇嘅咧？我哋都係咁講。唔通我睇到啲嘢我睇唔到？我諗一定係佢，你哋睇到啲嘢係我睇唔到啊！你有曬啲條件，你有好多嘢講，大把人嚟聽噶嘛？咁呢仲有呢個條件，咪唔使有錢咯？我覺得呢個係修行嚟嘅，唔知我自己嘅嗰、那個，即係我一個唔覺意咧，我就會翻去擔心個 mode 噶啦。可能我媽媽係咁樣，我唔知道，或者我爸爸係咁樣暗砍我爸唔出聲。但喺我嘅記憶入邊，佢兩個成日都係愁眉緊鎖。我媽就以前就係會鬧，我爸就會愁眉緊鎖，因為爸唔鬧人嘅，好少好少鬧仔女。所以喺我心入邊係每日放工我就睇下爸媽嘅面色係點樣樣，然後我就。你譬如見到阿媽笑笑口，誒 OK 啊，今日有好日子過。嗱咁而家我就療愈思想身啦，即刻就話你清洗啦，清洗咗嗰啲咧嚇，咁你唔開心翻咯，係嗰啲嘢 keep 住嚟啊嘛，嗰啲嘢唔知係你喺邊度。我諗呢啲係我爸嘅嘢嚟嘅。係咯。因為我記得每一日阿爸阿媽放工翻嚟8-9 hours啦，已經係啊我哋點解我肥啊？其中原因就清洗啦，餓到死嘅，係到底阿爸阿媽幾時翻咧？但阿爸阿媽翻嚟咧，我又有嘢驚啦，就係阿媽今日心情好唔好咧？因為媽心情不好咧，就唔使講咁多，升兩巴先，升咗兩巴先再講。總之乜嘢都唔啱傾噶啦，啊，喊又打，唔喊又打，總之打佢先講。咁我就所以係一翻嚟就一來好肚餓，好想阿媽阿爸翻。呢個係我啲可能我啲童年陰影。但係如果阿爸阿媽翻嚟，我又好驚就係、是、阿爸係冇嘢嘅，我爸係，但係我爸係唔會幫拖嘛。即係如果阿媽打，阿爸係唔會幫拖噶嘛，所以阿爸係冇乜用嘅對我嚟講。然後跟住。咦，阿媽笑喎，同阿爸兩個喺度笑嘻嘻咁啊，真係放膽放心，等多陣間有飯食啦。如果唔係阿媽喺度好掹整鬧緊阿爸嘅就，哇醒定啲啊你 ，OK 分鐘又刮兩巴嚟嘆啊咁樣，即係我會喺呢啲咁嘅陰影，所以我成日都有時聽阿爸講話，誒、哎、今日收到錢啦，阿爸做生意噶嘛，誒、哎、今日收到錢咁就阿爸就好和顏悦色噶啦。咁我係做女會好想見到爸爸係咁，如果阿爸翻嚟係眉頭深鎖。然後成個面好窿，但我爸就幾心情唔好咧，都唔鬧仔女，唔打走你嘅嚇咁樣。所以，但我就會係會好心痛係，咦佢今日啲生意點咧？佢有冇生意咧？今日收唔收到錢咧？咁如果聽到爸話收到錢啊咁樣，阿爸好得意，我爸好守財，好守疏嘅，即係好疏財嘅，就會俾錢我哋啊，買衫啊，即係我爸係好疏爽咯，總之。但我童年就係咁樣，好驚咁過點咧？所以我見到阿可凡咁咧，我知道我童年一定好快樂嘅。你個童年好快樂，你先會有咁嘅人出現。係啊係啊係啊。咁我哋冇咁點咧？點翻轉頭咧？清洗咯，又係講緊嗰條清洗咯。係啊。OK， 好，我哋今日時間已經過到咧爆曬鐘啦，已經。其實今我哋應該做兩集嘅。因為頭先爆半個鐘嘛，而家又再爆多唔知半個鐘定七個字，其實係兩集嚟嘅。今次益大家啦，真係啊，幾抵睇啊！今集講緊成幾個鐘頭啊，4:00、5:00、6:00，兩個半鐘頭啊，起碼係喎，係。好，咁我哋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 ，OK， 咁啊，多謝各位收睇，下次再見，我哋講拜拜啦，拜拜，拜拜。